在浓度差不多显示在24的时候，让它强制校正，然后现在回到正常的空气的浓度的显示，差不多在18.9左右。那我们现在再量，直接拿来量刚刚的32%的高氧，看看数值会显示为多少。其实我们可以预估它的毒值应该是会差不多在28-29左右。差不多稳定啦，差不多稳定在28.3左右。所以这表示电子式校正会有误差，是不是？就是要所以要等到完全对稳定，所以用空气洗净做校正是比较安全的。OK， 好。